了。电闪雷鸣之刻，准备好了。上一次，我会引导你前往梅比乌斯的所在之处，这会是趟颠簸的旅途。若要面对，以前也和他一起来过这里。走吧，开始行动。雷鸣之刻，准备好了。我只是一介旁观者，前方的路将往何去，你自有答案。电闪雷鸣之刻，准备好了，走吧。狂风，臣服于我。开了吧，要是被别人知道了，第二位就得换人了。不过毕竟是以劣者为对手，我表现的还算不错吧。你根本没有认真和我战斗，艾莉西亚，你只是在游戏而已。哎呀，你不是也没用全力吗？或许是心有灵犀吧，我们都点到为止了呢。总之，如今的你面对梅比乌斯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约定好的，他就在门的另一边，放心大胆地前进吧。但也不要太骄傲哦，他虽然只是第十位，但毕竟也还是英杰之一嘛。嗯？怎么了？难道是舍不得我？我接下来还会遇见什么？这就要靠你自己去探寻了。那让我换种问法吧。往事乐土，这座巨大的记忆回溯装置
它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作为数据库，它的运作方式实在太过低效，作为传承的试炼之地，它耗费的成本又过于奢侈。我不认为一个兴趣使然的提议能得到所有人的赞同。对于你们，它的建成一定有着某种重要的意义，而那才是世界蛇将其存护至今的真正原因。这本该是每一位来访者在旅途伊始就知道的事，但我至今仍对其一无所知。还是说，就连这个问题的答案本身都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呢？哎呀，我们之间能有什么秘密呢？往事乐土存在的意义，这我得好好想一想才能回答你了。或许我没法给你一个正确答案，因为在不同人的心中，往事乐土本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对于伊甸，它是美丽旧日的沉淀；对于千劫，它是一场战争的延续；对于梅比乌斯，它是圣痕计划的衍生，它毕生梦想与追求的寄托。而对于凯文，它可能更像是一种象征，英杰曾经在世上存在过的象征。但如果你想问的是我的看法，那其实更简单。它就是一本故事书，记录了一段美妙的童话，关于一个时代，一段征程，还有13个人生命的全部。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雅一，在提起我们的时代，提起烛火之蛾的时候，你下意识会想到什么呢？是香烟与战火吗？还是废墟与焦土呢？又或者是罹难与牺牲？好像每个人都会这么说，但这其实是不对的。在那个行将消亡的末世，人们依旧会讨论明天的早餐该吃什么，讨论月底的补贴要怎么花。人们依旧会讨论那些需要好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实现的梦想计划。即使是在末日降临的那一天，也还是有人心怀着对明日的期许。文明在黑暗中摇摇欲坠的时候，也仍然有光芒不断从中诞生。也正是在这样的世界中，曾经有13个了不起的人，纵使知道文明已经覆灭，却依旧选择穷尽一切抗争到了最后，只是为了将自己骄傲活过的样子永远铭刻在历史之中。往事乐土记录下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仅仅只是这个理由？对我来说就是如此，不觉得很有我的风格吗？这个故事中有痛苦和失败，背叛与离别，但同时也有幸福和喜悦，温存与感动。悲伤不会凭空消失，但温暖的感情也会永远在心底珍藏。于是我便这么说了，留下我们所有的记忆吧。要流传给后世的，绝不应该只有憎恨和使命。只有领略过这个时代的光辉灿烂，未来的人才能明白我们为之而战的意义。
冷冰冰的知识和技术让课本去传授就好，由英杰们来传承的应当是身为英杰的荣耀，战斗的理由。是在这段烛火的旅途中，我们最终的灵魂所托，而后来的你们将见证我们生命的足迹、灵魂的刻印，并在其中找到自己寻求的答案。那扇门的背后，梅比乌斯正在等待你的到访，但它也不是你此行的终点，你会跨越它，朝着更久远、更深邃的过去继续迈进。或许你有机会走得足够远，能见到那些被历史掩埋的真相，人类命运的转折点。烛火之蛾为人类文明所做的一切，还有他曾犯下的那些不可挽回的错误。但无论如何，我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我们也努力完成了各自的使命。纵使世界没有被英雄拯救，但至少你们诞生了，这也是我们希望的结果。人类得到了另一次机会。当然，新生的时代也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会面临坎坷、磨难，止步不前。但那是你们要解决的问题，你们也一定能给出自己的回答。不是被推搡、被裹挟着向前，也不是沿着被别人选定的道路行进。而是怀着这样的想法，我想要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命途，自己的刻印。以自我的意志，朝着自身设下的目标，用自在的方式，竭尽全力活过我作为主角的一生。你看，我是这样的，大家也是这样的。我所知晓的那个时代，以及他所孕育出的这13个人，都是如此。万千的轨迹交织萦绕，由此诞下百花齐放的奇迹。不知道英杰的故事能否给你们一些启发呢？我想答案是一定的，这就是最棒的，不是吗？所以往事乐土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答案，至少这是我身为提议者的希望。它的意义应当由每一位来访者自己决定，每个人都会得到自己给予的回答。是在目睹一切的真相之后，选择延续某个人的理想呢？还是在黑暗中破茧化蝶，开辟出我们也从未考虑过的道路呢？以我丰富的想象力，可以提出几十种甚至几百种猜想吧，但我说的不算数，你心中自有答案，那才是最重要的。总之，牙医，我很看好你哦，毕竟你和我一样，是又可爱又善良、纯真而坚强的美丽少女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可爱的女孩子是无所不能的，
只有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谢谢，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这么多话。是不是不太习惯？就当作是战胜我的奖励吧。哎呀，其实我还挺紧张的，不知道有没有好好的把想说的话传达给你呢。紧张？我一点都没看出来。至少，我明白了你为什么是第二位，英杰们的另一位领袖。你的确有与之相称的底蕴和资格。谢谢，我也这么觉得。不过，我还是不喜欢这么正经严肃的氛围。忘掉我刚才的样子吧，我们还是回到之前那种相处模式，可以吗？随意，你开心就好。我一直都很开心啊，和你相处谁会不开心呢？那我就先一步回大厅等你了，希望你能和梅比乌斯玩得愉快。这是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小礼物吧，作为你从艾莉西亚这里暂时毕业的纪念。今天的这个问题，你以后可能会在其他人那里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这是段漫长的路途，你或许会停滞不前，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无所获。但这未必是件坏事，并不是一定要做到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才算前进。空虚、迷茫、犹豫、自否，对于一个人的人生，这些过程同样拥有他们的意义，就像这里的十三个人曾经历的那样。你看，他们曾如此骄傲地活过，贯彻始终，以生命奏响了文明的颂歌。这是被称作英杰的人们的故事，是十三位烛火者未尽的旅途。但牙医，你的道路仍将延续，不是吗？那么就听凭心意前进吧，沿着脚下的足迹去见证那段烛火的征程。最後は死した者たちの墓を私たちが作れなかった未来を作りなさい。走吧，梅比乌斯就在门的另一边。以前也和他一起来过这里。走吧。雷鸣之刻，准备好了。这个ここは。あら、珍しいお客さんね。誰？リッチャのお姉ちゃん。一緒に面白いことをしよう。
不紧张嘛，大姐姐，人家又不会一口就把你给吃了。还是说，你其实是在想，该如何才能把我给吃掉呢？绿哲。抱歉，我没有那种兴趣。大姐姐，但我呀，人家可是从你第一次进入这往事乐土开始，就一直在注视着你了。注视？我看不如说是暗中窥伺才更准确一些吧。你觉得呢，梅比乌斯？切，没意思，难得我想给人留下个好一点的第一印象。等等，也许只是你不喜欢这种类型的。那大姐姐，这里好黑，好可怕啊！大姐姐，够了。绿哲，没人告诉过你，在别人家里做客的时候，要对主人保持应有的尊重吗？家。你不是都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吗？还是说，除了梅比乌斯这个名字以外，他们其实什么都没和你说过？他们确实没有告诉我太多和你有关的事情，但几乎每个人都提醒过我，要对你多加小心。既然如此，那你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会毫不设防地和我说这么多话呢？来吧，我可爱的小白鼠。梅比乌斯，你ここへもう少し深く、そこにあるわ、無限の刻印。あなたに渡しましょう。あなたがもう一歩前へ踏み出してくれたら、あと一歩でいいから。让雷鸣抵挡所有的罪孽。我回到现实了，为什么？刚才那究竟是？哎呀，你这么快就醒了呀，大姐姐。看来绿者确实与众不同呢，我对你更有兴趣了，也是多亏了你，我才能出现在这里。是你为什么要阻碍我？阻碍？怎么会呢？难道是你昏过去太快了，没听到我最后说的那些话吗？你想到达的终点，正是你现在所处的起点呀。荒谬！哎呀，别这么生气嘛，大姐姐。
你是不是很在意刚才发生的事呀？其实我的刻印和别人有些不同，尤其是在传承方式这一点上。不如我们再继续深入一些，怎么样？无限的刻印，我会找到最适合你的方式，然后把它交给你的。呀，瞧瞧是谁来了，这不是亲爱的梅比乌斯博士吗？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我还以为你只会出现在绿油油的地方呢。艾丽西亚，见到你可真高兴。不过我和牙医说好了要一起去做点开心的事情。唉，对不起，不能陪你了。好了，能把它还给我吗？我们有约在先的。艾丽西亚，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朋友关系，很要好的那种。啊，不对，应该说是超级好的那种。牙医，你觉得呢？哼，给我闭嘴！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这样到处抛头露面。背叛者。啊？背叛者？你在说什么呀？我不是苏，看不见未来发生的事。但是我相信自己，相信艾丽西亚，就像我相信这里的每一个人，也包括你。啊，等等，难道说背叛者指的是牙医的事？啊，千万别这样想呀，我心里还是有你的。听好了，新来的小姑娘。啊，不，是会放电的大姐姐。你可千万要小心这个人。在往事乐土中，他永远都是最不值得信任的那一个，哪怕只是一丁点儿。我不会接受任何人强塞给我的答案，我会自己去找到他的。我不会把时间和心思花在说服你这件事上。刚才那只是出于善意的提醒，但你最好还是机灵一点，否则你早晚会为此付出代价。是的，我们都曾为此付出过代价。啊，刚才真危险。梅比乌斯总能做出一些超出我想象的事，可惜我对他就是讨厌不起来，舍不得说他任何坏话。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的关系似乎并不如你所说的那么和睦。哎呀，我是真的很喜欢他。你看，小小一只，让人忍不住就想欺负，多可爱。那么，关于他口中的背叛者。嗯哼。看来你不想谈论这件事，或者说为时尚早，对吗？无论如何，这不会影响我对你的判断。你的记忆体依旧被保存在这里，也就代表这件事背后必然存在着更深的隐情，我会亲自去揭开它。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店的小白鼠，我们又见面了。我不是你的小白鼠，梅比乌斯。还有，我的名字是雷电牙医，希望这次你能记住它。哦，原来你是那种会给小动物取名字的类型吗？对一个绿者来说，这还真是个有够可爱的特点呢。不过嘛，我就没有这样的习惯了。需要记录的实验体实在是太多了，相比于个性化的名字，我还是更习惯用简单一点的编号来称呼他们。但我不是你的实验体，也没有成为你实验台上小白鼠的打算。唉，话也别说的那么绝对嘛。毕竟你在乐土中的旅途才刚刚开始，也许在经历了更多事情之后，你的想法就会有所改变了，这也说不定呢。不，我绝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绿者。
很高兴再见到完整的你，希望你是来告诉我自己已经回心转意了的。我的实验室随时都会欢迎你来玩啊，会放电的大姐姐。伪装的童真是没办法掩盖你内心的恶意的，梅比乌斯。啊，原来你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吗？明明对其他人都很有用的。那你可能是找错人了。也对，毕竟不管怎么说，你都也还是个绿者嘛。注定与人类为敌的你，怎么可能会对一个可爱的人类女孩产生兴趣呢？除了那张脸以外，我真看不出来你和可爱这个词有什么关系。既然得到了这副皮囊，那当然就要好好利用一下了。虽然有些时候确实不如大人的身体方便，但有些事情也只有这副小孩子的身体才能做到。听起来，你不像是故意要变成这副小孩子的模样的。这也是烛火之蛾的决定吗？哼，烛火之蛾，除了梅博士，他们还没资格对我的实验指手画脚。也就是说，哎，别把真相想得那么复杂，这只是超变因子的副作用而已，历练往往都是伴随着代价的嘛。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笑着说出这句话。因为我乐在其中呀。对了，大姐姐，要是你想的话，我也可以把你变成和我一样的小孩子哦。要现在就来试试吗？很快就结束了，一点儿也不痛的哦。我没那个兴趣，告辞。
我们又见面了呢。在乐土里玩得还开心吗？要不要坐下来一起喝杯茶放松一下？这茶是伊甸送给我的，味道应该还不错。只有你才会把这里当作是游乐场，梅比乌斯。哎，别一直那么紧张兮兮的嘛，绿哲姐姐。乐土里的那些东西，对你来说，他们应该都还算不上危险吧？与你相比的话，的确如此。真是的，别这么说嘛，我又不会一口把你给吃了。我只不过是想邀请你来协助我进行一些有趣的实验而已，而且我也没打算强迫你啊。要是你现在不同意的话，那就下次再说好了。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梅比乌斯。对你那些有趣的实验，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我对你可是兴趣颇深啊。毕竟，像绿者这样珍惜的实验素材，用一个少一个嘛。听起来，似乎有不少绿者都成为过你实验台上的牺牲品，梅比乌斯。为了让人类彻底战胜崩坏，我们总是会需要一些必要的牺牲嘛。而且，绿者可都是人类的敌人呀。让他们也能为拯救人类这一伟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拯救人类，梅比乌斯，恐怕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件事吧？你真正的目的，也许只有那些死者知道。但他们已经再也不能发出任何声音了。我的目的，那当然是为了拯救人类呀。只不过，我们对人类这一概念的理解，可能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些微小的差别吧。
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烛火之蛾的人。哦，是吗？那在你看来，烛火之蛾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至少不会像你一样，何时何地都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自己的恶意。哼，雷定牙医，你该不会以为烛火之蛾其实是什么慈善组织吧？还是说和艾莉西亚相处太久让你产生了什么错觉，误以为我们都是些像他一样的大善人？大善人？我不这么认为。他确实给了我很多帮助，但我也很清楚，他一直对我有所隐瞒。而恰恰是他对你所隐瞒的那些，那才是真正的烛火之蛾。找我了吗，吕哲姐姐？那些探索很危险吧？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你检查一下吗？够了，梅比乌斯。如果你只是对吕哲感兴趣，大可翻阅你自己的实验资料。我有理由相信，没有躺上过你的手术台的绿者才是少数吧。说是绝无仅有也不算夸大呢，不过像你这样一个拥有自我意志的活生生的绿者，我可不想错过呢。拥有自我意志也并不罕见吧，梅比乌斯。你难道想说在你的时代里像你这样的绿者反而是正常的吗？的确不在少数。哦，竟然是这样吗？
你知道吗？小白鼠的作用就是能让我在安全的处境下获取一些信息。所以，你还真是一只出色的小白鼠呢，甚至不需要手术台就能为我做到这一点。啊，梅比乌斯，你。我呀，现在对你更感兴趣了呢，大姐姐。所以，在你身上，难道还有其他奇怪的副作用存在吗？哎呀，大姐姐，怎么突然说这种话？我看起来有什么不对吗？至少，我头上可没有长角吧？没必要意有所指，梅比乌斯。那种在乐土中时常可见的鳞片，我想应该也不会和别人有关吧。谁知道呢？或许是乐土里还有什么你没见到过的存在吧。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这里有什么秘密吗？喜欢的话就拿一片去好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意义。这可说不准哦，小白鼠。虽然对我来说那只不过是残退罢了，
哪怕是比较特殊的残退，本质也不过如此。但对其他人来说，我留下的任何东西应该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吧。你自视未免太高了一些，梅比乌斯。事实不就是这样吗？或许这就是走得太远的烦恼吧。已经被我舍弃的谬误，人们却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来理解，真可悲。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太多，就很难再想象无知者的心境了。这就是知识的诅咒。我又能怎么办呢，小白鼠？我可没时间一一关照他们。像是什么把人类变成崩坏兽的技术，说不定现在还有什么人拿它当天方夜谭呢。
原来不仅仅是我，就连英杰，或者说烛火之阿里的大部分人，都因为你的声明而心怀戒备。你还真是颇有成就啊。这个语气，小白鼠，你在乐土里学到了一些很不好的东西呢。一定是毒蛹的关系吧，加入过那里的人总会受到一些偏见的。是吗？可就连曾是毒蛹成员的人似乎也对你。够了，小白鼠，没意义的事就不要深究，这对你没什么好处。我是做过一些事，但进化和变革本就需要一些损耗，而之所以会变成你听说的样子，只是因为一些人明明愚蠢，却偏偏很有主见。能够理解我并且跟上我步伐的人还是有很多的，只是你没听人提起过。只不过都死光了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还是谈谈毒蛹的事情吧。据说从不离开实验室的你，居然主动申请加入毒蛹的指挥行动，还真罕见。当然了，虽然我不在乎这种天分，但我偏偏很擅长指挥调度。既然毒蛹正好缺少这样的人，我也只能代劳一次了。擅长？我听到的评价是这样的吗？果然，梅比乌斯当时还有其他的目的。哦，小白鼠，你倒是提醒了我。有机会的话，再来指挥一次试试看吧。不过我得想想，乐土中还有什么好指挥的呢？
所以你究竟是不愿不行，还是必须要依靠那个装置才能行动自如呢？谁告诉你它只是个装置的？这也是我制造的人工生命，需要我让它用触角跟你打个招呼吗？你不会真的相信了吧？我只是没想到你会开这种低级玩笑。还是说我的问题触及了你的痛点？是你先把它判断成普通的代步工具，这么冒失的错误还不想被别人嘲弄吗？可别小看了它，在关键时候能发挥的作用，它说不定比你还要多呢。比如，检测对象雷电牙医，当前血压124/82毫米汞柱。我没想到的还有另一件事，我从未听说过你还有机械方面的知识。这也是自然的了，虽然你在某些方面的确让我刮目相看，但在愚蠢这件事上倒还是一如既往呢，小白鼠。检测对象雷电牙医，当前血压144/97毫米汞柱。不过告诉你也没关系，我对机械毫无兴趣，它只是基于一场合作的量身定制。只是我毕竟还是个实用主义者，不欢而散也是必然的了。有必要的话，我当然也会离开它走到地面上去的。只不过想找到适合我的鞋子恐怕很难呢。
那么也难怪你在英杰中会显得格格不入了。格格不入，这种事需要用很长时间来理解吗？会被称作大多数的往往都是一些庸人，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在我看来，这更像是某种掩盖真相的借口。你是英杰之中最早加入烛火之蛾的人，对烛火之蛾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深。加入？还真是被你看清了呢，小白鼠。有资格让我加入的组织根本就不存在。你不会想说自己是烛火之蛾的创立者吧？啊，这当然不是一个人就能做到的事，否则当初也不会有那么多碍手碍脚的人了。可别把我和其他人混为一谈，从来都不是烛火之蛾看中了我，而是我选择了他。可在此之前呢？你的学识从何而来？你留下过怎样的足迹？在乐途中却很少能得到线索。因为那不重要。小白鼠，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别把我和别人混为一谈。为了达成目的，我连这副躯壳也随时可以抛弃。所谓的过去，根本无关紧要。